曾经的他，你十年就不能笑一笑吗？那么的认真，遇到了一个改变的一生。张起灵，为了找到张起灵，他去了很多地方，最后在那座雪山上制定了他所有的计划。雪山，同学一定会找张家人绑定进去。雪山应该就是他的庄。你能想象吗？裴青离开我们十年了，他应该就是那个张家的少年吧？他跟你们是三个人，张起灵也在。可在我们心里，我来晚了。跟姓穆的不开过瘾，请喝。喝吧。真正困难。不想这件事，害怕你。每当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他们两个，我就不怕了。吴邪，你醒醒，回家了。我带你回家。我接他回家了。